这个是折叠器，往后拉才能上来，然后折下来也是往上拉，对，再放下来，拉杆子没用哦。然后那个碰电子，哦，对，这个是调节高度的。看这个淑女，看这个力气一点都不像淑女。对，按进去才能上来，对，一定要按进去哦。然后这里旋紧，固定好，下来也是一样，松开，然后再按进去调下，对，然后折下，底下有个总开关，总开关先按，然后再按上面这个开关，对，才会有反应。然后里面的水是要加的哦，加喷雾器，按下加水放开，按下加水放开，调节音乐，三个音乐，然后总底下开关关掉，对，然后充电电池，对，充电了啊。USB 插口，然后底下这个电池盒这里不能拆，拆掉的话就没办法修了啊。